俾老外捉空十秒，肥黏过电。跟边个学噶？咁生硬嘅？跟佢啦，跟华仔学得咗。一个零月噶啦，系啊，因为第一次跳咧，咁就好想跳得好啲，咁都练咗好多次，同埋自己都有特登自己去租嗰啲排舞室去跳咯，去练习咯。咁一定系俾男 dancer 电亲影响咗啦。我谂都要有少少先至会有嗰只 feel 啊嘛，电力仲好猛添。我觉得识跳舞的男仔咧系好有气质嘅，咁好有自信，同埋啲身形都好好啊嘛。撑得起先得噶，你身形撑啲噃。你肥咗几多？肥咗5-6磅。咁犀利嘅，你搞咩嚟？心情好，食嘢食得多。心情好，早派人趁你生日表白啊？唔知咧，我要安慰人嚟讲出口我先。咁去确定人哋真系好难，啱嘅。万一中女表错情，真系落一世噶。